吉星早早康乐站。Thank you.
不公开的查。我觉得你还有点怪怪的。怎么说？我觉得很好，像贴近大家。如果这个花变成白色的，还能看吗？后面不要摆照片就好了。这是阿文吗？这个白色，如果这个花变成白色，就是阿文的告别式。所以下一次的这里办活动，千万不要把。对，我们新宝岛康乐队其最伟大的宗旨就是笑着哭，哭着笑，生不如死，死不如生，哭笑不得啊。对，哭笑不得，怎么活着跟死掉那么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呢？表哥，一点都不辛苦。为什么？真的，没错，人生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婚丧喜庆都可以做。我们今天就把今天这个虽然是奇摩雅虎，对啊，照样可以买到鲜花、素头、清酒来为阿文做一个告别式演出。但观众，你看对吗？这还是真的是我还没有看过台北市的人有在这样的隆重的场合里面。而且自己打鼓，办一个告别式，放松自己啊！哦，真的，真的，不要把这个事情 OK 了。这个事情是老天决定的，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我们决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口袋的钱把它花光光。哦，对对，钱要直接从变成欧币钱，塞遍子的台湾人。对不对？是这样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一般都是这样啊。台湾现在要走下去，就要富而有礼。哎，对。一般现起码很苹果好了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能确定没有三部长吗？你看起来比我还讨厌。对对对，可爱嘛。台湾呢，就要表现得多元、多宽容。多体制，多民主，这个是，乱七八糟，台湾的民主。但是较含嘛，讲话，这波都刚进行落去，阿伯特别出乱子了。对，还是多唱歌好了。柯文，你觉得我们要瞻仰仪容吗？不要好，请大家欣赏阿文的脸部，节目进行下去。Stand. 全民
不嫌吵，还要给我们钱。有谁可以这样呢？要这样子吗？Oh!
吧。无烧迄个宝贝，爱台湾，台湾都要爱你啊！你在自己家里面，哦，果然比较自在。金牌子，台湾是你的家，我们是外来的人。哦，是哦。我是汉人，你是原住民，我只是借这个土地来住一下而已。哦。
是我刚刚点的。如果想在台湾人滥用原住民土地的原则之下，请阿旺原谅我们，代表原住民来原谅我们，唱个纯粹的台湾族的歌曲。大家都说，我们要举办一个
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就当作是你的花城。是吗？这样听见我好像有道理，因为每年四月份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进行表现。你来看个场地换的，换个不一样的感觉。假设。Sure.
体参与，我又不是你，你说十月就十月嘛，明明就十五，我的心里在六十，要是不管他都相信是十五。但是这个团跟那个团差别的地方，对，区别就是这个团呢有自己的，那个团有大，这不用想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对，什么大合众呢？团呢都是在混，一年演不了几场，啊，两场、三场，也没有这样的这个，对，只有到十场。好，我们这种团分上喜庆。都来了，家家子哎，都无力听，一家牛都搬家乡，欣赏一下阿武的脸，你说十六，我就十六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呢，这种开放场的呢，一般五百是不会来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掉价，那我们呢，会拿出。阿文的粉丝来那么久，都来瞻仰。